上班日的午后，小小的超市却是挤满采购民众，排队人潮更是在店内绕了一大圈。原来业者打出所有商品五折优惠，来看看现场情况。羊奶要吗？羊奶，羊奶1包50啊，最后3包羊奶，给我吗？1包50，羊奶。一包超过1公斤的冷冻锅物只要50元，而100粒装的冷冻水饺也只要75元，等于一颗不用1块钱，难怪民众抢购。但这间在高雄屏东有近10间的连锁店，好几家店月初还打着端午节优惠活动，但活动结束就陆续关店，也引起民众议论。不过有陆续关闭的店家发出声明，表示说创始店的负责人恶性倒闭，还积欠大批的款项及货品，所以有些加盟店才陆续解除合作关系，并且要依法来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。不过截至目前为止，总公司也大门深锁，暂时没有人出面回应。还好目前特卖店家的秩序还算良好，而且也没传出有会员的权益有受损的情况。以上是我们所找到的情况，主播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